万籁生的功夫真传。万籁生先生，1903年生于湖北武昌，原名万长青，少年时代即驻北京，17岁考入国立农业大学森林系，后留校任助教讲师。他自幼爱好武术，曾拜沧州神枪手刘德宽高徒赵荆州学习六合门，又得自然大师杜兴武经传自然门的内功后，又先后。 拜刘百川、王显宅、王龙彪等名家为师，均得到他们的传授。万老除擅长少林六合门和自然门外，对其他各大门户的主要功夫无不涉猎。1928年，他出仕锋芒，撰写了十几万言的武术会宗。同年10月，参加南京举行的第一届武术国考，一举成名。 后辗转南北，先后担任两广武术馆馆长、中央训练团国术总教官、湖南国术训练所所长、广西大学体育部主任、福建永安体育师范学校校长、福建农学院体育教授等职。如今，万老虽年逾90，但他对武术理论的研究始终坚持不懈。 目前已自成武术积极精华、中国商科等16部书稿，现被聘为福建省武术协会名誉主席。六合门是少林武术的一个大门派，其特点突出理论完整，有拳术、长兵、短兵。 双器械、拳术对练、器械对练，以及击击技术，这是一门具有丰富的击击技艺和很高的锻炼价值的武术。六合门在少林武术中属韦陀门，由于史无名载，其形成年代已不可考。六合门中有许多高招绝手。 尤其是其独创的鬼头探脑的身法和步伐钉钉、步走七星的步伐等，为其他门派所废。六合拳为六合门开门拳。 合为六合，即内练精气神，外练手眼身，内外相合。此拳在演练时要求做到上下相随，左顾右盼，武林沉着，以意使气，动作迅捷有力，变化多端。 剑法清晰，力透剑尖，以功力见长，练起来步法轻快，动作连绵不断，呈现出轻灵飘洒、刚柔相济、吞吐自然的气势，故有剑走美式、剑如飞凤之称。
望月，剑指北斗。青龙拳又叫六合二路拳，此拳套路较长，演练时应注意做到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此为内三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此为外三合。动作时心意为先，行力相随，刚柔相济，虚实分明。
巧妙，击击性强，为传统剑术之瑰宝。 马牙刺属稀有器械之一，也是六合门独有的兵器。其主要的用法有刺、拉、带、抹、架等动作特点，舒展大方，灵活敏捷，刚劲有力，气势壮丽。演练时，右手握柄，左手握空拳，中指屈而突出拳面，名为五雷诀。
花摆头，花枝拂面。八步勾是一种双人徒手双练套路，其特点快速勇猛，刚劲利索，双方要配合协调一致。又叫六合双刀，此套路对脚步动作要求很高，步要走得灵，走得快，故有双刀看走之说。全语中指出，双刀快似风，左右旋转弓，刀法甚多样，走动足行功，加上地躺法，亦显功夫真。六合双剑，又称乾坤穿林双剑。双剑是在单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双手各持一剑做不对称的运动。六合双剑的特点，线路变化大，快速有力，起伏迅猛，动作朴实，对身线的协调要求很高，所以有双剑显其形，要有全身功。多样，主要勾法有勾、拉、削、挂、推等。指天盖地，行者献勾。对练拳为少林正宗真传，是两人对搏的徒手点穴术，其积极精髓为穴位点打，以点打踢拍拿等手法腿法躲避对方气血要害部位之流通，迫使对方失去或者丧失战斗力，
要求演练者应具有较高的指力功。亮掌、挪腿、六合枪赋予击击价值，讲究杀敌制胜的技术，演练起来起伏转折，善于变化，节奏分明，气势奔放。六合枪有提、拿、扎、崩、挑、拨、扫、拖、拖、架、背、劈、截、抢等枪法。徒手与另一持刀者进行攻防对练套路，要求对练时双方配合默契，动作缓急相间，节奏明显，招式清晰，逼真惊险。对劈剑又名对剑，它是在练好剑术的基础上，两人分别持剑进行攻防对练的套路。在对剑中，双方穿插变化，互相攻守，环环相扣，要求身法灵活多变，充分体现出腕劲来，整个动作清洁利索，事事连贯。虎豹相冲、飞龙迎凤、夜底藏花、仙人指路、自然门，一种由薄而匀而精的内家功夫，技击格斗的精华之一。此门拳极重视内外兼修，动静相宜，一招一式均在自然之中，即内练气功，外练拳法，旨在击击。整门拳术虽只有一个拳套，但散招不可胜数。拳法要求行拳自然，圆转自如，软脱灵活，一气呵成，整个身姿、手法、步伐浑然一体，达到变化无端、虚虚实实、自然而然的境界。
我们只要看其身法与眼神，便知其功力的深透。自然门口诀：动静无始，变化无端，吞身如鹤作，吐手如蛇奔，出手软如棉，上身硬如铁，手出一条线，打出人不见。本门不讲究着相，以气为规，不失自然之本旨。本门只操功夫，不问打法，而功成自然会大。三风太极拳，该拳动作如行云流水，连绵不断。它要求心静体松，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动作如抽丝，柔和缓慢，圆活完整，轻灵沉着，协调连贯，虚实分明。提手上势，倒捻猴斜飞式，迈步如猫，太极对手实为劈太极。劈太极者是太极劈开，分为两半，即为两人对击，以太极特有之手法而进行攻守演练，崩、捋、挤、按、推、碰、踢、打均可变化使用。
张三丰太极剑为张三丰嫡传太极剑法，其动作急缓相宜，以磨、锋、劈、刺、按、压、阴阳等变化攻防，进击巧妙，上下前后阴阴阳阳，迫使对方旋绕之中处于险境。行拳种类，其主要拳法为劈、崩、炮、钻、横五种，攻击特点凶悍、勇猛、迅速，五种拳法参差相交，攻防皆甚严密，防不胜防。此拳活动范围不大，要求练习者做到上下相随，连贯一致，刚中有柔，柔中带刚。
一种技击法，它是用各种方法迫使对方的某一关节超出人体关节正常的运动规律范围，处于被动状态，或因疼痛难忍而丧失反抗能力的技术。主要方法有切、点、扳、拿、封、闭、削、扣等。时间地点的限制都可锻炼，特别适应于中老年人。气功、外加硬功、南拳、北腿、太极、八极、形意技击之精华为一炉，修炼数十寒暑，炉火纯青，独树匠心，其内外兼之，进击严厉灵巧，以各门各派演练。外练手眼身，手眼相合，耳聪目明，自常理己，身法灵动，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功啊，并不是说练就武术这么就强了，是说你早睡早起锻炼身体，并没有哪个希望你们成武术家，能够好好练就成武术家当然更好啊，如果不行的话，老太婆80岁，我教你简单的几下功夫，你得很少害病，你很多延年。